小心小心啊啊啊！没事没事，你们都下去。那个抓一下，抓一下，抓一下，抓好就行了。全留着，你们到下去一个人。想叫他把救生圈套在身上，然后我们再带他进去施救，发现他身体完全动弹不了，也拿不了那个救生圈。疼，不能捏，那手肯定疼。